检察官佩戴手套。 最主要的是，我们关心渔业，同时呢，也希望渔业能够创造双赢。一方面，渔民有合理的收入；二方面，有消费者有健康的这个海产、渔产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。最后，我最后呼吁，用心去做，特别是各位渔民。